有点像过年挂灯笼的感觉，看这一溜。欢天喜地过年了，太冷了，哟。你可慢点儿，上下挺费劲，拧一个灯得下来串一下位置。你带厨子架子吧？还不稳呢。要是稳当多好，一推一推的，这还得抬。快了，几个了？现在是五个，一半了是吧？一半了。放楼下架子。来吧，你上那边。啊，你上那边。行，你最好是挪到一个他俩这两个灯都能接上位置那个地方。不是啊，这边还有俩没安呢。啊，还有一个了啊。行，这就行了。这家伙安灯安了小半天啊，从天亮安到天黑。你不是安了多少个灯呢？十个灯呢。就是。然后一个还把那个灯头扯坏了，那个灯头那上面的线动了。然后往下一薅，那个整个连根就带下来了。一会儿最期待的就是最后一刻把灯点亮。对，看看它到底照明怎么样，别再到时候不亮，可完蛋了。不亮就再安吧，安一天甭等。应该能挺亮，你这最起码这多大呢？灯已经全部安好了，最后的线已经甩过来了。准备跟闸连接一下，拿钳子去。最后的连接呗。对，把线接上，然后咱退闸，亮了就是好使，不亮就是不好使。好了。好。我要退闸了，你稍微离远点。还得离远点啊，那么危险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住上了。啊。哎，好亮啊！嘿嘿嘿。太亮了，这也非常好啊！没白忙吧？哎，真好，挺好，带劲。最后那个灯头坏了，有灯泡没灯头，差了一点。其他位置还行。那边咱们灯不够了，把那边也空出来，然后房子里的灯也预备好了，地下那灯管。对。但是你看那头咱们没安灯，这边灯这么亮，那边也挺亮的啊。对呀。哎，干了一下午电工活。哎，要这么看起来，这边好像排的有点密了啊。可以，这样亮。挺好。这多舒服呀，是吧？再充上暖。对呀、啊，那完美了，太完美了。夏天我再搁两个台球桌，搁两个乒乓球案子，再铺上那个绿色那个草地，咱们来个室内足球，是不是？足球好像有点踢不开。足球踢不开，玻璃够呛。灯刚刚接好，又开始下一项大工程了，要接这个卷帘门。这个卷帘门应该接的就快了吧，比灯要快很多。关键是它好不好使，那天插了一下电不好使，然后那个问了一下那个给他安门那个人，说是咱那个多长时间没有电了，今天又花钱换了一块那个电池。是啊，是遥控器之前不是灯不亮吗？现在换完电池不是亮了吗？是亮了，应该能好使。试试吧。他这门从来没使过，咱看看到底咋回事。大坤说他现在可晃眼睛了。这瞅着灯泡好线，肯定晃眼了，晃了都睁不开了。痛并快乐着呗，它亮啊，比摸黑整强。真亮啊！人家那里真亮。还整亮？整一百个灯泡。哎呀妈，那太亮了。希望这卷帘门一会儿能好使。灯泡这个其实没啥悬念，接上就好使。卷帘门这个不好说呀。不好说，因为卷帘门不是咱自己的门。是啊。房主也没使啊。而且它都好久了，一直都没动弹过。最关键的一步了，接电。把这个卷帘门这个电。线不已经铺完了吗？咱们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把这电接上之后，我希望它能好使。我也希望它能好使。接半天呢，对啊，线跑来跑去的，
关键它太高，它四米，它如果是正常咱们那个举架两米五、嗯、或者两米七，就没这么费劲，站着合梯就可以了，站梯子在梯子上走。店已经接好了，胜败在此一举，就看它能不能好使了。拿出房主给的小钥匙，嗯，换的那个电池吗？嗯，我感觉好使的几率不大。我也感觉够呛，完没反应，哎呀。哎，旁边支个那个三尺挠子能不能那啥？上面那个东西可是亮了。嗯，啥意思呢？有声音，但是它门不动啊。应该是某一个连接件没有连接好吧。反正这个是好使了，还得是让安卷帘门那人过来瞅一眼，是不是啊？还是不行呀？感觉是带不起来呢。哎呀，起来了，刚才可能是哪块犯卡了哈，这回太好了，好使了。还不错，功夫没有白费。不错，非常行。我来给他锁上啊。啊，也多少有点饭卡，从来没用过这个门。成功。非常成功。买到最后还有个缓冲的意思啊？有个雪卡子。什么叫雪卡子？有个雪块儿，你拿那个三尺挠推一推。哦，而且这个门好像没啥声哈，比咱们小车库那个声小多了。咱们小车库那个门是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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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门安的相当不错。可带锁，是啊，多好啊。好了，今天完活了，成功，每一项都挺顺利的，就是耗时比较长，比较累，比较冷比较热、哎呀，太冷了。那两个小老板刚才让我立在那块了，比划了一下子。哇，我以为你要简单搭一下。没有，咱为了省钱嘛。嗯，为了省钱买了这个半截，这个一米八的，嗯，正常应该是通常的啊。那、这个咱买的二手的那个，然后没有这个特别合适的，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，嗯，也就是说最便宜的，对，所以就买它了。嗯，行，收工回家吧。回家，明天还得早起呢。太冷了，早起接着干。走走走，朋友们，拜拜，下期见。